会出我去的，就是讲你这种配合上济啦吼。啊，我就无吼，针对这个问题来甲讲的吼，好啊，我即款就。现在吼，你讲问讲，咱就叫食品安全。我猜有足侪人吼，讲到食品安全，含啊，这食品诶农业诶教育都卖出来吼。我讲爱通过食品安全基本法，人讲啊爱通过农业基本、农业营养教育基本法机关。吼，这物件其实两回事啦。吼，有机食品我们叫请好。吼，啊，伊国际食品吼。拢真好，但是咧，你想我，我人讲吼，我是食品安全事件上啊，做上脆弱的族群啊，因为大家拢食好吼，吼、哦。但是你讲，我以往去食有机食品，我看做到安尼吗？我都去食，我同食，我出去忙去食，我同食个农产品啊，但是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我厝住台中，我伫台北上班，对不？迄个无可能个代志。因为我会当伫办公室甲你解决，其他无可能。所以，爱甲食品安全分开，交其他二类安全分开，分袂清楚，就无法解决问题。包括现在政府只要无法解决，因根本唔知食品问食品安全叫做啥。歹势，伊九月二五，好九月，台湾大学办教育论坛，有请到前署长康兆洲，因拢做遗憾的四个人。讲了，我一个人问一个问题，我问康兆洲简单的问题，妈讲康教授，你敢定义什么叫食品安全？伊安回答我，还是伊安三无啦，话东话西，话西话水，就是袂晓讲出什么叫食品安全。我来请教大家，什么叫食品安全？咱拢讲食品安全，你看一个人，市面上吼，电视上，一个人在讲啊，嘴角传播。但是无一个人敢讲什么叫食品安全，什么叫食品安全，大家想看嘛？就这么简单。这样物件咱逐日食，规世人拢食，都无白害。啊，就食品安全，这个是咱五妈食品安全条例。假设呢？好，这样物件咱逐日食嘛，规世人拢逐日拢来食，规世人无白害啊。那是叫食品安全，其实。基本的定义应该是安尼啦，其实基本的定义就是，这很简单。这些营养啊，因为国际卫生组织安尼一定，只有还有一个标准，要对咱看出伊的基本的定义就是安尼。好、哦，这里叫做经营风险评估审查。对，这里简单啦，好、哦，这里简单。你是讲，那我好听。咱倒转看，看过去两千零八年三聚氰胺开始，咱发生什么食品安全的代志？虽然我主题讲，咱其实毋知咱的定义是对啦，食品安全。咱倒看过两千零八年开始做，发生的，伊是无发生，咱拢毋知影。咱毋知讲咱塑化剂已经食三十多担啊，你知影？啊，无发生啊，所以是问题出在。基本咱人含啥物，人啥物物件，比如咱食，咱拢毋知。这是简单个代志吼，你若无塑化剂发生吼，啊顺丁烯个啥物代志发生，咱拢毋知。我们吃个米粉内底有含顺丁烯个酸啊，这些咱拢毋知啊。啊，所以正常就是讲，咱尽量毋知咱个定义是对个。啊，即边来预防，用种代志变来预防。是要来处理的，咱倒转来想看嘛，世界上有啥物事件交叫个改革化？你有知会当想出来无？啥物物件？啥物事件？或者即种食品安全的事件，做改革？啊，有通想到无？你看美国个911，伊也毋过伊个弄了双子星大楼吼，发生核炸火烧，迄个严重死真人。那嘛唔啥讲，啊，坐咧边啊，咱咧，只要大家笑笑咧，哈，太美国人，你知无？恐怖分子，恐怖攻击，其实就是嘛，好、哦，其实，这世界有注意过，因两千零三年，国际卫生组织都公布一个规范，就是叫做食品中毒恐怖主义，
有一个规范，就是要哪预防这种物件。伊在列下来，咱这样讲，食品中的污染物甲腐蚀，啊，这是食品中的添加物，第一危险，甲第二危险袂少。啊，这个咱现在发生个代志啊，奇怪，咱十外年前就注意到，咱台湾真正发生。这是咱的政府无注意啦，啊，无去建立起来制度，哦，还是，好，所以这就是安尼啦。咱当时在是怎样对？唔知我来食物件，甲咱分散。哦，啊，等候，但是发生啊，咱较惊吓，讲哎呦，苏花这样用食三十外冬啊，就是来讲咧，啊，细汉开始用用这种湖南苏花这菌，啊，做果酱啦，还是牛奶大汉的吼，先汉的咧，还是，那个食品药物管理署管制添加物变化症。咱国内经济会当使用的化学品有几种？七万种。所以人吼像有只想讲啊，咱个食品分析的人无够啦，我拜托嘞。你讲大家人拢会晓分析，你搁分析啥？讲稽查你不够，我拜托你要稽查啥？你拢让你来分析，你来分析你八百种尔。啊！你八百种，其他的人人是种，你拢唔知影。这个简单的代志，哦，输家就这个简单。就是讲，咱分析的，咱来去稽查还是要分析的，就讲分析八百种，有这咱关节，好、哦，啊，咱来分析的八百种，其他咱无咱袂分析。啊，所以呢，也是恁手来人其他八百种以外其他一种，咱拢食五味，伊拢唔知影，还是？就是简单单的吼，所以讲，要来去稽查，要来去分析吼，就困难，真是困难。吼，啊，过来来讲，你检查无，它就是安怎？吼，难巧，你讲进口三甲用油啦，吼，啊，那个卫福部 FDA 讲检验几种啊，讲无问题，拢无检验出来，安尼那个清洁，我是讲。检验几种，讲了证明讲迄个油就是安全的，对吧？政府人讲迄油安全啦，伊讲讲检验无几种的，啊，咱都讲过啊，七万种，啊，咱检验看几种，对吧？什么叫做安全？哦，啊，消费者，歹势吼，你看咱送货的是安尼久，还是顺丁消费者安尼久？有人生产人证明讲，伊身体是有危险。还是一个，还是三八斤啊？你来做做班，你开好了，政府马上来讲，我建议你吃出问题，政府给你挂保险，给你保险。哦，你要吃问题，我来归宿，我骗销啦。我开保险公司，你来讲不会啦。哦，我开保险公司，你政府挂保险，大家来保险。哎，我问他，你我拢没有，真啊？而且你我找无证据啊，你若找证据来打。球场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问看嘛，咱要食牛排嘛，对吧？你讲靠一两个要食牛排，就讲好给拍摄。我前几天来演顺定，嘿，来客座办案子。你若无安尼，你来看了，你证明出来了。你看证明你食这个牛排、牛肉，含顺定只有酸啊。咱哪可能安尼做？你讲白起来烧烧单，泡面上好的顺，对吧？你哪可能讲来好给拍摄？前几天来商业的。会拍摄的经验，等于去买块情况呢？一比你绝对不买块。哦，所以拢无可能来做。哦，所以我找无清楚。哦，所以我开保险公司哦，我就欢迎大家来保险的。哦，啊，来旅游形象哦，因为拍摄像讲大厂吼受害，迄才是无话讲。你讲是讲做太阳饼啊，讲。哦，你讲的是较可怜，你真正是吼，真是受害者。但是有人讲啊，我咧买 GMP， 诶，拜托 GMP 甲水产全部是关联的。GMP 来讲，我生产的时阵遵守某一款规范，哦，安尼尔呢，安尼当认证就当通过。啊，大家人讲 GMP 甲安全，拜托一点关联都无。哦，所以咱社会首先对 GMP 这个了解。但是 GMP 伊对中小企是有帮助，
伊个生产的过程中吼，伊当遵守一寡生产的规范、卫生的规范，实际是会当提高伊个食品的品质。你讲提高伊个食品安全，我唔敢讲，因为即个 GMP 的规范，伊都无咧规范安全嘛。伊生产的对伊个误解，吼，咱大家讲清楚。所以咱要做食品安全，咱要讲，食品的生产过程，安怎会无安完全的安全的事件发生啦？哦，当然有足侪物件嘛，吼、哦，啊，鱼加原料加工，吼、哦，过程拢会啦，甚至运输，吼、哦，一定甲咱煮的时阵，像咱的倒影，吼、哦，其实拢可能产生有害的积存。咱即摆讲讲的原料，歹势，你若煮你钱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嘛是有啊。哦，因为它原料出问题啦。好、哦，但是咧，咱就话你管无，其实无你管。即摆人大家讲啊，源头食品源头交易讲拜托诶，食品都唔敢向出问题。好、哦，啊你源头交易啊以后咧，以后可能出了问题变嘛，所以咱就按整体性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啊你讲扩大稽查，我感觉向无效啦。好、哦，啊所以。变哪类子吼？啊，你讲哇，即嘛，吼、哦，咱个卫生部部长，吼、哦，啊，是食品科啊人才，所以伊要做好食品安全。拜托个，你看大家食品科学研究所开个课就好啦。吼、哦，其实我去查过，我要做这演讲以前，我去面试当中，我演讲以前，我查过。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。内底根本无开一门叫食品安全课，伊较早伫孙中山个课程，还阁有一开一个课，还是会用教啥，就是教食品安全卫生法。啊，即个法后头都咧修改改啊，所以才讲台湾食品安全的人无欠款，但有食品科学、食品科技的人才，但是就是无食品安全的人才，真简单吼。因为遐人唔知什么话食品是安全，因会晓做食品加工，哦，会晓做健康食品，但是咧，伊拢唔知什么食品是安全。所以你讲啊，你提名一个副院长，一个营养学教授，哦，伊是食品安全的专长，啊，我拜托我们都听吼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听到蒋炳文，迄、那个蒋炳文被我们提名做卫福部院长。天秀真个特别拍电话来问我，伊讲啊，你讲听讲你讲迄个人毋是食品安全的人才，我是啊，叫食品加工的人才啊。伊讲我可能是食品安全的人才，这是无可能嘛？哦，伊都无唔知啥叫安全呐？哦，啊，起码伊是咱个卫生部嘛，你推食品技师，然后上食品技术这个阶段，这样人个食品科学系还食品科学研究所，伊要了解科研究。客观的叫做食品技术，技术呢做两单伫外口食品厂做两单工课，会带来考高考。即摆今年开始一个叫高考食品技术，即个人拢完全无安全的背景，因拢只好做食品，哦，只好做食品，但是毋知啥叫安全，因可能较知影卫生啦，哦，较知影卫生，哦，这就是目前咱在遇到困境。什么叫食品安全？所以你看。电视顶边，大家人拢讲食品安全，但是个详细情况嘛，是毋是真是安全？什么叫做安全？哦，拢爱思考者，哦，咱台湾先欠一块食品安全，哦，这里我再讲，伫2003年，国际卫生组织就公布一个预防食品哦恐怖主义注意的一个规范，内底上危险的字就是食品污染物。食品分发物，咱即摆拄着就即种种问题。啊，奇怪，2003年咱台湾讲伊家己在要笑，啊，2003年人公布遮规范，咱台湾可以做，足奇怪吼。变、哦、来医嘛，简单嘛，吼、哦，四面八方吼，很多地方是做好事。当然，即个当地个情况，吼、哦，那个，安尼我们来医嘛，吼、哦。为原料哦，一直讲消费咱食，这个贵，变成来做这个安全的东西，这个哦，以前是安尼做，哦，哦，每一个开关咱都要评估。
心理安全。你看用心理安全。好、哦，你若无一个评估，你要评估的过程，你就是去检验讲伊内底有生化物品，有啥物无安全的、无健康的原料，咱较早讲去检验啥？啊，无你安尼化学药品遐尼济，你头可能检验真济吼，七万箱伊安尼检验，咱会常常咧评估的过程，咱去找出会造成健康危害物质出来，咱会相对起来点那个。检验那个餐饮来检验，啊，你们看两寸就是食品不安全的所在，那靠咱关切维护食品安全。啊，你做法叫一个2021年食品安全现代化现代化法案，靠党的力量。即摆是一个2021年新的法案，就是讲新的食品是一个要上市的时候，应该做风险评估，评估这个食品是安全的时候，这个食品开始上市。好、哦，这个观念就是较新，这个观念，好、哦，必须是安尼做，好、哦，安尼做，这是国际条例，好、哦，对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哪样做？基本上国内有这个 HACCP 食品安全，哈、哦，重点关切，哈、哦，食品安全管制系，好、哦，也就是食品重点关切系统嘛，伊无是伊名下是，这是我有改，咱叫改叫食品安全关切系统，好、哦，就是每一个开关。微观了，啊，你食的进程，每一个阶段，对吧？评估这食品是安全，危险物质啥物事，然后来参与去分析，考虑量出来确认这食品的安全，哦，应该是安全，哦，所以这是我跟你想的啦，这国际上拢无人来想过吼，只管一定安尼做好，就确认每一个点拢是安全，嘛，较早也危险物质伫啥物所在吼。所以柯文哲伫九月几号啊吼，咧开记者会，嘿，伊个政策一部分是高志颖来讲的，一部分是我家己啦吼，所以我就三个字嘛吼，自我的字啦吼，其中两个字可能是我讲的，安尼啦，重要管制点，你就是去评估，你就知影讲个重要管制点是咩，你要去参与去分析啥，啊，无你若知影讲去分析啥，化学节内节，你若知影去分析啥。经过安尼评估，去查去分，咱要分析啥，开当怎样？好、哦，所以这种风险是个制度，鉴定、评估、管理、吼、哦、沟通来做食品大纲的一些安全控，安全性的关键。好、哦，安尼做靠环境呢来做食品安全的考核。好、哦，但是来变来做嘞，咱来学习过吼，通过一个食品安全机构吼，这个过程吼，以这个安全性。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内底，就是一个国内吼食品国家食品安全评估委员会。是啦是啦，你这是南桥，吼、哦、这三甲油到底有安全无？这是国家爱评估，啊伊这爱做一个做，互咱民众信任的评估出来。伊未使讲检验规范的讲这三甲的安全计，未使。吼、哦，要真正是经过一个完整的评估，才能讲这是你安全。这边个还有充分的可证据，来做公证。吼、哦，所以现在日本也食品安全评估员们未经提出来。吼、哦，伊是个另一个 ACC 独立委员会嘛嘞吼。啊，这个注意嘞，伊评估了后啦，中立报告，报告用中立来代表国会来进行啥证据？吼、哦，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当然现在因日本人安尼做，日本人讲因专业人才少少。好、哦，日本都开始承认，2003年，日本因为发生出严重的酵母病，因为牛肉，好、哦，消息量减少一半以上，所以日本政府就决心吼，小泉政府决心要做食品安全，所以承认这个委员会通过食品安全基本法，好、哦，伊来就下令其他的承认这个委员会，日本专业人才成就，好、哦，食品安全专评估的人才成就。好、哦，因为要做评估，必须要安尼做。过来就用国际模型，好、哦，比如牛肉、猪肉来判，来各都判两千块。好、哦，你无一个这宽微、这独立客观的机构来评估，民众讲的是。过来就讲国际上模型的问题。其实，好、哦，起码特别需要通过来各都判的强调标准。好、哦，第一位，咱有出充分的科学证据。好、哦，
其实早晚来看，这是简单。无，伊就是代表是讲要求造材，咱需要来赔偿咱自己损失。哦，这就是简单。所以像加拿大的牛排，伫美国开埠带过的牛排以后，哦，韩国开放李明博收了百万人，就加拍了一下。继续加拿大的要求韩国爱开放，韩国唔敢开。加拿大人去WTO 去过韩国，韩国输去台湾。哦，这就是国际贸易。国际贸易到尾去仲裁，经过审判，风险评估的。好，虽然在做这些东西机关，这个啊是风险评估，你国际仲裁通常可以。好，这是简单的。好，所以现在你是这种意外的，国际贸易原因科学的关系，那个我理解的是。好，但基本上做的是，我只要什么个人做嘛，爱有谁在野性里面转大。所以讲，哦，你转到你讲，你吃两滴，分油不要紧，吼，嘛是安全。你讲品种太低，你受气。哦，再来讲，你要进嘛，无敢后悔来做这些物件。哦，这里我讲，你是任何阿人才，都唔代表是食品安全的人才。哦，起码你讲，食品加工是任何阿人才做做的，但食品安全是做起来。哦，所以嘛，你上过了高龄少年人，爱不能清楚，爱惊食品安全。你进入这个领域就是强了，好，那当然，食品科技是科技的哈，科技的要素对吧？你看，别个他哈不敢换，不敢换。你老师做研究，不让你做食品安全研究，让你做，因为靠谈做食品大单，做健康食品啊靠谈不起劲啊。你做健康食品安全哦，不起劲，无产品哪卖？你无专业哈清，好、哦，所以现在大家老师拢会做这个，好、哦，而且是讲，咱呐，好、哦，从林凯开始下执政以后，回去来做，啊，做交通局的局长，交通局交局长，到哪样来做，好、哦，啊，你讲工业局，他还来做环保署的署长嘞，未使啊，而且环保署设置工业局的下面，啊，你很挑剔嘛，好、哦，环保的原则，那起码就是啊，所以你讲讲。很奇怪，只要是让你规划像抢销，哦，那就是同款啊，哦，伊爱辅导，伊本来就爱辅导抢销诶，食品抢销诶，安尼官商做好诶，你看，咱食品加工业有所成立，迄个所长拢几岁啊？较早拢为食品卫生署可以用去做所长诶，啊，你三公，咱食品只要是诶官员交抢销管理无好，歹势。去年有一个乌龙公文，建议署名说有一个乌龙公文。啊，就明年食药署讲有大厂商已经掉了，迄个有偷换暗恋啊，暗有偷换了一个，结果也变乌龙公文。迄些啊，想嘛，难怪有名乌龙公文。啊，你看当时是北区的主任潘志宽，因为乌龙公文落来，但是即摆等来去做食品组的组长啊，你就查讲，哎，这。这奇怪，吼！我拢甲记者讲，我应该去调查嘛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一个主任，哎，啊，真正乌龙公文竟然办出大错误了！你去年落台，头几几个月后变做食品组的组长了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，你看，谁要做就先来做。好，现在建立工作起定的组长，因为弯腰吼，指不向，身为一个地，你所做有是你地位是高。哎，其实那你也无，就歹势。所以，台湾吼，你是一个到时我们来做这方面的工作。第一，讲要看到办餐会哦，因为十五条是安全卫生法第十五条第一项是讲餐会嘛，你可以建议物件。啊，但是你都唔知道真的物件是啥，你看我尽量去建议，这是法律上的问题哈。所以，那你要建议起来哈，就困难或怎样哈，但起码呢。质朴以哈，你会说话，质朴也低顺，这个低顺上建立价值，各种食材质朴资料库，用来建啊，过来化合物也重要，啊，过来沟通，因为2003年国际卫生组织的规范，低顺它一定要去筛选各种食材，所以拿讲送化剂是一个激活剂证，很奇怪，啊，这2003年国际卫生组织那边。建议爱做啊，那2005年。